Hello， 在大家嘅各位观众，唔知道大家知道十秒、一分钟同埋一个钟头嘅画画大挑战咧？简单嚟讲，就系挑战者会尝试喺十秒、一分钟同埋一个钟头之内去画一样嘅画，然后最后再用三个唔同时间嘅版本去做对比，然后就可以睇到个三个用唔同时间画嘅唔同对比啦，仲会产生一个好有趣嘅效果。系冇错，各位，最近公和我喺 YouTube 睇片嘅时候，俾 YouTube 推介咗三年前专拍过嘅一小时十分钟十秒剪接，令我产生咗有啲兴趣，我都想做一份。冇错，相信聪明嘅音乐观众大家都知道啦。身为果人，我大佬曾经都做过放火嘅音乐，当然要嚟尝试下呢个冇人尝试过嘅音乐挑战啦。冇错，既然有十秒、一分钟、一小时画画，亦都有专业剪接挑战，咁点解音乐又唔可以呢？冇错啦，咁今日咧我就打算嚟做一个三分钟、三十分钟同三小时嘅音乐大挑战啦。虽然呢个挑战系2019年已经过去咗四年，但我而家竟然会谂到一个咁天才嘅题材，但系我真系犀利。冇办法啦，过去嘅人系要拍过去嘅题材噶啦。OK， 咁总之我哋阵间咧要挑战三个钟头嘅音乐剪接挑战，我会以最快嘅速度尝试三个钟头内做出一个音乐作品，包括调音、混音同埋最后嘅成果俾大家睇嘅。OK， 各位观众，而家俾啲时间我准备一下音乐需要嘅素材，同埋打算做咩音乐先。OK， 各位，经过一番时间之后咧，我终于谂到要做边首咧，俾大家睇下。哇！噔噔噔，冇错系。然后我阵间将会参考方唐大佬嘅作品嚟做。Look at this， 方唐是大。OK， 各位，咁我而家去搵 MIDI 档先，咁我阵间就可以直接将声音套用喺 MIDI 上面嚟做原曲不使用，哈哈作弊。然后我阵间个三个钟就系打算做呢首 Jellyfish 嘅所有人大佬版本，就系以我音乐嘅朋友为主，然之后做呢首 Jellyfish。OK， 各位观众，三小时音乐大挑战，我哋马上开始。No， no， 阿子山救我，救我！OK， 咁我哋嚟睇下成果啦。
我哋各位观众，欢迎嚟到第二日。我哋而家就嚟挑战30分钟嘅音咩挑战啦。我打算呢30分钟嘅音咩挑战，我做呢首 Rap Soon。毕竟呢首30分钟 OK 嘅，应该希望唔好好似寻日咁样3个钟头都唔够做啦。音咩 ？OK， 我哋马上开始。Oh no, oh no, oh no, 再一分钟 ，no no no。No.我在挖木头。各位观众，我哋最后嚟挑战三分钟音咩挑战。可能你哋会话三分钟，三分钟做啲咩音咩咧？我已经谂好咗啦，各位，我已经谂好咗噶啦，哈哈。OK， 我哋唔讲咁多废话啦，三分钟我哋马上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我喺度拣字体嘅时候已经攞咗10秒 ，OK， 拣字体，我唔拣字体啦，跳。No, 俾我加埋个六喎，俾我加个六喎 ，OK， 做完。冇錯，呢個就係三分鐘嘅音咩？方老師 ，OK， 我哋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嘅三分鐘、三十分鐘同三個鐘頭嘅音咩大挑戰啦。唔知道大家覺得點樣啦？我覺得自己我唔係大佬。其實我想講個人，我喺頻道建立初期好早好早嘅時候，都有做過呢個三個唔同時間嘅大挑戰啦。但係拍得就经过了今次这个三分钟、三十分钟和三个钟头的音咩大挑战之后呢，我觉得我，所以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做这个三分钟、三个钟头、三十分钟的音咩大挑战。如果你们是音咩的大佬，例如，如果你们现在看这条片的人都是音咩创作者的话，你们都可以告诉我，你们觉得我这个挑战做成怎样，或者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。OK， 我这片就可以了，如果喜欢这条片，记得 like 和分享收看通知啦。OK， 我是果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方老师大佬。